中国好声音三收官之夜，梦想席位弥足珍贵，导师们拼尽全力争夺难得一见的好声音。24小时之内，这是我第一次转身。我的心在你心上，你的心不要在石头上。我可是坐在这儿红椅子上3年的女导师。反正我是把我最后一个名额呢都给了你。究竟谁能突出重围，获得导师们的青睐？周六晚间8点，艾尔达综合台；周日晚间10点，艾尔达影剧台。中国好声音三收官大战一触即发。